兄弟间的粉红泡泡。不对吧，这杨佑宁和韩庚两位妈咪感情好到穿情侣装替你切肉喂你吃肉的，看得让人都好害羞了。电影真三国无双让韩庚、杨佑宁以及张建生真的在现实生活中桃园三结义啦，直接在微博标记对方大方示爱，三人戏演到都产生情愫了，睡宝宝一睁眼就见到对方，让网友直呼哇，你们是同居了吗？